Hello， 大家好啊 ，Lim 啊，我哋今日要嚟睇一只新嘅手机 game 咧，就系 Winning Strike 魔方赛跑啊。咁佢系 GLVCK Entertainment 出嘅。咁呢间公司咧，其实我听都未听过，同埋 GLVCK 到底点样读咧？有冇人可以话俾我知？我都系唔知道。不过唔紧要啦，大家呢、这个唔系重点。咁 description 咧都唔系重点，大家唔会睇，我哋直接开 game。咁好啦，一定会有人即刻喺度谂，诶，点样下载咧呢只 game？咁咧喺影片描述我就已經擺咗 download link 噶啦，不過咧好遺憾地啦，喺我拍呢條片嘅時候，呢只 game 就出咗12小時左右啦，即係半日啦。咁係 iOS 係未上架嘅，大家應該要等多2-3日啦，因為 iOS 個 Apple 嗰個叫 App Store 嘅審批比較嚴謹嘅，所以咧係耐啲先上到架。而 Android 呢邊就已經上咗架啦，大家係 Android 嘅話咧就可以即刻下載嚟玩啦。咁咧，大家見到啦，我玩了半，其實我玩了幾粒鐘啫，21咧而家。咁咧就其實呢個遊戲介紹，順便俾少少心得啦，玩咗升咗20咧嘅心得俾大家。咁一開始咧，大家要揀角色先啦。咁角色就有 Desmond 啦、德士蒙同埋利斯，一開始係男女主角兩個可以揀嘅。咁大家見到咧，佢哋嘅體型、起跑速度、加速其實係一樣嘅。但韌性和力量咧就女嘅20-20，男嘅15-30。其實大家不需要咁執著去諗哪一個嘅能力好啲，因為到最後你全部角色你都會買曬，即係好似我咁。咁當然啦，唔需要火金嘅呢只 game， 就係依陣再講啦。係咯，呢個柏高啦、卡布啦、利斯啦同德士蒙啦，一開始就淨係兩隻揀啦，跟住用。为什么说不用货金呢？因为我们是用 game 钱去买东西的，而不需要用魔法石的。这个在这只 game 里面不是叫魔法石，是魔方。那说回四只角色的分别先。那德士蒙和利斯呢其实是比较平衡型的两个角色。那他们最大的分别呢其实是在个技能上，每只角色都有一个技能的。那德士蒙左下边那里就看到呢，狸猫换太子就是可以取得对方手中的道具并留下没用的收条。咁就係將人哋嘅道具偷走啦，然之後就剩翻呢個收條俾人哋啦。咁女主角利斯咧就係念術護盾，念術啊，其實幾啱我啊，念術啊，不過唔會用嘅呢個角色我都就係施展一個維持一段時間並能抵擋一次傷害嘅護盾。咁佢技能就係一個盾啦，可以唔需要抽道具都有盾可以擋到人嘅。咁呢個就係我最中意用嘅卡布，大家可以見到呢個角色7咧，呢度顯示咗。七咧，咁就系可以用 game 钱强化佢噶啦，每次强化都会加唔同嘅能力，大家可以见到咧，速度70加咗20啦，跟住加速50，加咗16啦，加咗5啦，加咗5啦，韧性同埋力量都系加咗5嘅，咁我已经升到七咧啦，因为我最常用就系呢只，咁佢嘅技能系咩咧？就系泡泡云，就系可以快速奔跑，并喺地面上留下泡泡云缠绕对手。就是可以自己加速之餘，亦都會留下啲雲去令到人減速啦。咁大家見到角色介紹都係絕對俾玩家盡情享受速度嘅首選啦。因為呢只角色大家可以見到咧，佢嘅呢個叫1、2、3、4、5、6位啊，六位咧佢最高係速度嘅。咁主角同埋女主角咧兩隻都係平均型嘅。咁柏高又系咩咧？咁柏高嘅技能就系热血蘑菇啦，就系无视陷阱并加速撞到路径上嘅对手，即系好似以前大家如果有玩跑 online 的话，那个大只佬咧就系类似佢咁样啦，就系可以撞人啦。咁角色介绍都系最魁梧嘅体型，实力不能少咩啊？唔识读，唔紧要。咁好啦，咁俾大家睇啲嘢啦，就系、是、呢只 game 咧。其实我觉得呢只 game 嘅魔法石唔系即系魔方，我改唔到口添，要慢慢改口啦。魔方咧最好就系用嚟买装备嘅呢、这个角色外形啊。咁点解咧？就系因为角色外形系永久嘅，喺呢只 game 入边用魔方买到唯一可以永久嘅嘢咧。虽然呢个装备我只卡布已经买咗咁嘅样啦。佢嘅装备系其实对能力冇影响啦，净系得个样啦。但系咧。一阵我再讲其他，大家就知点解我话建议买装备。咁我买咗呢个啦，黑白飞机师帽子啦，冇买到原色，我中意黑白色，所以跟住衫咧冇买到黑白飞机师连身衣，因为太贵啦，要魔方嘅。
跟住其實我儲緊，我想買黑色翼或者呢個翅膀光環或者劍，不過我比較 prefer 係惡魔魚翼，不過要200粒魔方，有排儲啊。咁我都係唔會課金嘅咧呢只 game。係啦，咁點解會發現到呢只 game 咯？頭先講咗未？好似未講啊嗬。咁就係呢、這個前神魔畫師 Shin Chan 啦，佢畫神魔畫嗰陣咧，我都已經有 follow 佢嘅專業啦，有 at 咗佢 Facebook 啦。不過係我單方面識佢啫，佢應該係完全唔識我嘅。咁咧就係因為我見到佢唔畫神魔之後啦，轉去畫其他 game 啦，就係呢一隻 game 啦。佢都繼續有出圖啦，咁我就留意到呢只 game， 我幾中意佢啲圖，所以我就捧一捧場玩呢只 game。呢個就係 Shin Chan 啦，大家見唔見到？呢度顯示呢、這、一個，哇，貨重貨金啊！佢一定係睇佢啲裝就知道。14咧上線，不過我每次演威佢都唔會入我場。一陣試下再演威過啦。好啦，咁呢隻 game 仲有啲咩呢？天賦，即係所謂嘅其他 online game 嘅技能樹呢，咁就主要有兩類嘅，一個體魄，一個係敏捷。咁好明顯啦，如果玩卡布嘅話，就會建議升敏捷嗰邊啦，玩嗰個叫咩呀？魄高呢就會升體魄呢邊啦。咁敏捷呢，我就建議點樣升呢？如果玩卡布，即係純速度型啊。咁到後期嘅話咧，就應該大家會玩技術型多過速度型，即係道具嗰一類啦，同埋回復啦。點解呢？因為睇先，我哋睇翻先，即係如果而家早期大家未有呢啲技咧，到後期嘅話咧，例如呢個天賦，大家見到下一級就係起跑時隨機有一件道具，即係如果一開波人哋已經有道具嘅話咧，你用拍高其實。起跑快冇用噶，咪即刻俾人炸翻低。咁但系而家大家未有啊嘛，咁就系速度就系一切啦。咁咧我就建议升呢个最大速度啊，提升12点速度啦，我升爆咗佢啦。跟住用最大速度起跑啦。跟住就系每当道具击中对手，拎到三个最大速啦。因为我向后可以掉一啲道具咧，一阵再讲啦。跟住呢个就系、是永久。咁樣加五點速度同加速度啦，咁其實技能樹方面呢隻 game 都幾好嘅，大家唔需要擔心。點錯咗咁點算啊？下一咧唔需要嘅，你想扣翻啲技能點咧，其實撳個減號咧，咁你就可以即刻去喺第二度加技能點噶啦。咁你因為每隻角色要唔同嘅天賦噶嘛，咁你係啦，可能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啦。咁你隨時就可以將啲技能點收翻埋，完之後再。摆落第二度，咁点解可以见到上面呢啲减好冇得减呢？就因为下面啲技啊，譬如呢个技啦，就系、是、需要就系敏捷分配咗九点，即系我呢一个未减嘅话咧，卡住咗 lock 死咗九点，已经用咗嗰九点就唔可以拎走啊！嗱，如果呢度减咗冇咗呢个技嘅话咧，都系唔得，系咪仲有另外啲技 lock 咗？应该系呢个。試下減埋佢先，係啦，呢兩招技都係 lock 咗，分配九點嘅技，咁就 lock 住咗呢度就冇得減。咁我哋呢度咧擺只要將 lock 咗技嗰啲，即係有 requirement 嗰啲技減咗佢咧，咁就可以將其他技減翻噶啦。好，下一頁就係道具。咁成隻 game 咧最主要玩嘅嘢咧分為三個類別啦，我覺得就係能力、道具同技術。咁能力就绑死咗喺角色度啦，同埋天赋嗰度啦。咁跟住就系道具同技术啦。技术就系你自己个玩家啦。呢个因人而异嘅啫。跟住就系道具啦。咁道具总共有几多种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道具嘅。咁第一个就系终极导弹啦。咁其实每个道具咧都可以俾钱强化嘅。咁可以见到啦，全部三咧、两咧、两咧，有啲后边六咧咁啦。咁就咁俾 game 錢就強化到啦，每鋪我而家暫時每鋪打可以千幾錢一鋪啦。咁呢個終極導彈就係追蹤第一名嘅玩家啦。咁如果你已經係第一名嘅話，就千祈唔好用呢個道具啦。你一用嘅話係炸自己嘅。跟住追蹤導彈就係向自己前一名嘅對手啦。如果你係第一名嘅話，都唔好用啦，都係嘥料嘅啫。唔係應該話可能等人突然間追過咗你，即刻炸翻佢。又或者因为嗰个 Desmond， 大家头先见到啦，男主角佢系偷道具嘅技能噶嘛，你摆喺度唔用嘅话，可能会俾人偷咗嘅啫。咁不如用咗佢，等人哋冇得偷，咁样系咪好啲咧？跟住魔法箭就系向前掉一支箭啦，箭斧就系向前掉一个斧头啦，跟住炸弹咧就通常系向后掉嘅。咁第一名或者第二名通常比较常用到嘅。
跟住瓦斯噴火槍咧就係、向前會增加你嘅跑速度，然之後仲會噴火燒人哋啦。食人花咧就向後掉噶啦，有人經過嗰陣，嗰粒食人花總之就會彈隻食人花出嚟殺咗人哋嘅。不過就係殺到一隻。如果咁啱爆出嚟嗰陣有兩個玩家嘅話，就會兩個都中到，咁就見到啦，隨後枯萎。咁其實咧呢啲道具咧，佢而家呢個食人花升到6 level 啦，其實如果升到10 level 的話咧，呢度可以見到改造公式，改造 A 就係佢個食人花唔會枯萎，即係可能嚇完第二名，跟住佢會縮翻埋變翻粒種子，第三名經過又嚇到，第四名經過又嚇到咁啦。不過係可以跳得過嘅。跟住噴蜜八爪魚就係、是、將所有人嘅視線蒙糊咗，跟住加速鞋就唔使講都知啦，一定係短時間內加一個速度啦。跟住最後就係水母護盾啦，咁其實好多 game 都有啦，就係、是、防人哋嘅道具啦。其實呢一隻 game 同我以前玩嗰啲、叫做 Fun Run 啦，或者 Battle Run 啦類似，不過啲道具有少少唔同，同埋成個 system 都有啲唔同。跟住道具再落嚟就係精靈蛋啦。咁精靈蛋，我哋睇下個精靈庫先。其實我有抽到一隻 S 級嘅黑色魔獸。呢只叫神獸魔獸，佢唔係叫年糕咩？啊，係啦，精靈介紹，不再白色的年糕 S 級，使用嘅效果就係提升力量同韌性兩級啦。咁咧，呢一度咧就係、是，哎呀，撳錯，又撳錯，我哋撳翻去先。精靈蛋，咁呢度就見到啦，用嚟抽噶啦。抽精靈蛋咧就係 C 到 A 級精靈，優質精靈蛋就係 B 到 S 級嘅精靈嘅。咁我已經將其實咧，我就奉勸大家，除非你有蛋啦，咁就抽啦。如果唔係的話咧，睇下點樣購買精靈蛋咧，就係優質精靈蛋係一定要用魔方嚟換嘅。普通精靈蛋，原來可以就咁用錢買，我都係而家先知啊，啱啱先發現到。咁就係咧，嗰啲魔方咧，我覺得買裝備好過，因為是永久嘅。而呢啲精靈蛋咧，呢啲妖精咧，我有一次以為都係永久嘅，結果我抽咗黑色呢只翻嚟，非常之開心。跟住後屘發現，大家見唔見到？我下面寫住12啊，收藏了12隻，唔係我抽咗12次，我抽中咗佢，其實抽中咗2次，總共有唔知十幾多隻啦，抽中一下好似有十幾隻咁上下啦。跟住咧，原來係每用一場咧，你就用一隻喎，即係消耗品嚟喎。譬如呢啲 C 級嘅八隻啦，章魚燒啦，咁我玩8場就會用曬噶啦，咁所以咧我就唔建議用佢嘅。跟住社交，其實唔需要介紹啦。咁加好友有咩用呢？除咗一齊玩之外咧，亦都可以解到成就系統嘅，例如我哋睇下先，睇下先，嗱。与好友对战50场啦，拥有50名好友啦。咁其实之前系有10个好友、25个好友嘅成就嘅。咁我其实已经解咗啦。咁就多谢我嘅观众啦，因为佢只 game 一出咗一粒钟之后，我即刻直播咗2粒钟嚟玩嘅。咁就即时揾咗少少人加我啦。我而家好友列表大家见到啦，呢度31/100系啦。咁如果大家睇完呢条片有兴趣一齐玩嘅话咧，都可以加我嘅。我嘅 UID 喺呢度就系、是、UI 5070450005，黐线嘅，点解会连 UID 都读埋？咁大家好搞笑呢只嘢，可以令佢加我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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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系咁嘅。好啦，咁咧我最中意用嘅就系卡布啦，亦都介绍建议过啦，一开始即系个游戏未去到太后期啦，点样配点啦？呢、這个就纯粹个人玩法啫，唔一定要跟我嘅。咁我就示范一次。这个配置玩下来到底是怎样的，那这里入到来有得选角色啦，那我当然选卡布啦，跟着有得主持房间呢就邀请人玩了，瞬间试一下先，看邀不邀到他入来，跟着有得选精灵啦，这些道具啦，跟着他就可以有广告能力在这里啦，那我就决定不用，除非直播玩啦，或者跟朋友一起玩先用一下啦，如果不是呢，平时就这样玩都用的话消耗晒那就没了。我们试一下主持房间邀请睇下先请大师画师会唔会入嚟同我哋一起玩啊？不过估计都唔会啦。我拍呢条片嗰阵，大家知唔知几点啊？而家凌晨3:00，我唔信佢会入嚟玩。我觉得佢 online 都系挂机嘅啫，系咪真系入嚟咧？我哋数10声俾佢，10、9、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喊啊！佢一定唔会入嚟，我知道。咁我哋搜寻对战啦，咁就揾其他人一齐玩。好，即刻有啦！番茄番茄几 G 同 Kit， 哇，四只有三只卡布喎，可能我拎唔到第一格，因为诶、欸、可以实时讲呢啲嘢。诶、欸，佢崩咗又一次，唔应该系起跑个姿势嘅。喂，哎，叻咗一下，我好似有少少窒机喎。Whoops， shit， 冇理由嘅。可能因为我 stream 住个画面去电脑啦，同埋哇，而家部手机其实好热啊，因为 stream 紧啦，即系拍紧片嗰阵啦，就会有少少窒啊。平时玩系好顺，哇，而家第四名添，我要赖落拍紧片度。嗱，呢啲就系食人花会咁样嘅。咁输得啦呢铺，呢铺唔计啦，我哋唔系预期咁样玩。等我哋一阵有一铺正常啲嘅，跟住我再讲下，其实我应该点样玩法啊？一开始呢个我比较理想嘅配点，唉，仲要撞到嘢，嘥晒啲道具添。系啦，咁其实一路上食呢啲钱有咩用嘅呢？食啲钱咧就系、是、可以储我哋左边呢个技能，左上边呢个叫技能啦，跟住下边嗰两个就系道具啦。咁食钱就系储嗰个技能点嘅，储够技能点就可以发动技能嘅。嗰啲星同埋大钱都系啦，跟住问号嗰啲就系道具啦。唔得，玩多铺先，冇理由拍片输得咁样衰啊嘛！我哋啱啱第三定第四啊？其实我玩亲十场有九场都拎到第一噶，不过啱啱叻机跳错，跟住又咁啱遇到，可能嗰几个都系劲人嚟嘅，个个都卡，唔系卡布唔系问题，但系其实咧我嘅速度系好高噶，我升到天赋嗰度升爆咗最大速啦，跟住又有两个嗰、那个，唔系再加咗最大速啦，总之又系第一喎，几好彩。总之我嘅大家见唔见到我哋一开波个，我哋其实就咁一开始净系直行，我哋已经有少少抛离咗佢啦。然之后咧，点解我会中意用最大速唔用道具嘅玩法呢？就系因为喂，惨啦，俾人炸到。就因为好容易会造成一个局面就系、是、咧，如果我哋 keep 住第一名，即系抛离咗人哋之后啦，哇，黐线，后面全部放箭。咁咧，第二名、第三名咧就会系咁鬼打鬼，跟住咧就冇人理我个第一名。咁我又 keep 住喺前面系咁第一咧，咁就 OK 噶啦。哇，又有少少叻肌肉。其实，跳错，冇食到道具，仲要踩嘢添，傻咗。咁大家见唔见到个画面最上方咧？即系呢个位啊。咁咧，我哋其实已经有少少抛离咗佢哋啦。嗱，越嚟越远添啦，咁佢哋就会自己慢慢自己打自己啦，跟住我哋就唔需要理佢噶啦，自己冲线咁就得噶啦，系咪好好咧呢、這个方法？咁前提咧，用呢个最容易拎第一嘅方法咧，就系、是、要人哋唔系同你一样咁高咧啦，即系佢啲天赋未点爆啦，我哋轻松冲个线。咁其实咧呢度哎呀，揿错掣。咁右边呢度咪见到个时间，佢哋第一、第二、第三我包尾嘅，咁其实呢度系错噶，但官方都公布咗话呢个排名系八嚟嘅，其实我哋啱啱系第一咗嘅，系啦，就系咁啦。咁如果大家喺游戏初出嗰阵想 keep 住成日拎到第一啦，即系多啲 XP 升得快啲，多啲钱去升道具嘅话咧，咁可以参考下呢个点法啦，冲刺升爆佢。跟住仲要用最大速起跑，一开波已经是最大速，就可以见到我哋头先，即系我哋而家呢个画面右上角嗰阵嗰一段，系咪一开波已经有少少抛离人？跟住再抛离咧，跟住佢哋第二、第三名咧，佢哋通常都会攻击最近嗰啲人噶嘛，咁佢哋鬼打鬼咧就唔会理我个第一嘅，跟住我哋就咁冲线，咁就赢到啦。其实我呢只真系好犀利噶，你睇下我七咧呢只嘢。
速度原本50嘅啫，然之后咧佢再加多咗20落去，跟住加速原本50，跟住再加16，咁佢同其他角色比咧，其实人哋主角一开始得40，两男女主角都系40，拍高得30，跟住我呢只升到70，真系好屈机。跟住天赋咧，我哋再睇多次啦，冲刺就系我哋总共提升12点速度啦，即系70再加多12，去到82。然之后一起步咧，其实加速度咧，我迟啲都要升嘅。不过咧，我呢个跑法暂时就唔需要转，因为我哋一开波已经最大速度起跑啦，咁就大幅抛离咗人啦。跟住道具每次击中人嗰阵，再提升3最大速度啦，即系向后掉食人花、炸弹嗰啲啦。跟住仲有呢个就系、是，提升5点速度与加速度。咦，其实系咪可以再升啊？系喎，呢度升到啊，系啦，可以咁样升，再屈机啲添，提升10点速度与加速度，呢个就系永久加成嚟嘅，喺呢个天赋入边。咁好啦，今次呢个游戏嘅游戏嘅介绍啦，就嚟到呢度先啦。咁大家如果中意呢个系列嘅话咧，我呢个 gameplay 介绍嘅系列嘅话咧，就可以订阅我啦。咁大家如果想见到同类型嘅影片嘅话咧，就订阅我啦。咁中意呢条片嘅话就揿个 like 啦。有咩嘢想问我嘅话咧，就喺影片下边留言话翻俾我知啦。咁我哋下一次见，拜拜。